好，欢迎回来，我们拜友拍好戏哦。我们这一趴呢，啊，总算要来开机要来玩一下了哈。你不要开场就在秀你的鞋子啊？你怎么知道？很故意耶，很故意穿新鞋就想秀一下。我今天也是穿新鞋啊。我们继续，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好，那我们今天难得来啦齁，就是要跟 ET 他们玩一下好玩的企划。我们的企划名字呢，从冥王黑帝斯的挑战正式更名为东东的私密夜色。为什么叫私密夜色？听起来就很像那个以前那个 Z 频道12点以后会播的那种东西。哈如还要写一个这个东西。好，我有请我们主头啊，先就位好不好？既然看到这个表就知道，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压大赔大，压小赔小，压饮料赔饮料。哎，那观众也可以跟着一起预测啦，好不好？预测 A 跟 B 是他们两个，哪两个打？等一下我会讲，我先讲一下规则。我们来看一下底霸的部分，每个人都一开始都有1000块的筹码哦。每一局会请大家来判定胜负，由我们季宏东来为大家做开盘。每一局可以下注最多200，如果获胜的话可以获得300，所以说赔率都固定了哈。那筹码前三名可以获得今晚的点心。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先问一下。点心是那个芒果冰棒吗？不是，我以为又是那个芒果冰棒。牛排，牛排，不是亏，不是亏，不是。牛排应该不算点心吧？那叫什么点心？你告诉我。好，那就依照这样子的情况来看，我们第一关呢，我们的关卡呢就是捉对厮杀，要来看的就是 KOF 14的部分，要让 ET 跟魔王来一个示范赛啊。不过两个的胜负我们要来预测。哦，就是，哎，那他们自己打的要预测吗？不行，你们输也要有惩罚，所以你们不可以随便打。对对对，输我们这边基本上是就是基本上你们的进猪笼啊，没有画脸啊，画脸，画脸，你也少来了，不要吓人家好不好啊？画脸还好吧？我们这边比较严重，输都砸派、欸。那是周年企划才有，没有，那是针对他，看到他会输的时候，我们就砸派，输了砸派。好，那输了砸派嘛？哎，你这怎么想被砸是不是啊？砸派很好玩呢、欸。要是那他们会说、啊，那你下来，我们三个一起打，输了砸派，输了砸派。我赢一只算赢。少来。好啦，那我们 KOF 14的部分呢，由 ET 来对上魔王，所以我们要不要有一些限制啊？我们要不要有一些限制？什么不能是克劳沙？但我觉得可以抢二啦。抢二哦，抢二真的要认真输，一定要砸派还是要画脸啦？要不然我们第一场就也都不编啦，就让他们。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样好了，这样好，因为 Kev 选三支嘛，他们两个互相指定一支给对方。哦，哎、欸、也不错，你们可以挑对方就是看起来就是不会玩的角色，或者是很烂。那我要让激发你们，一支你可以选一支给对方玩，为了要激发你们斗志，反正你们输也不敢要惩罚嘛，那不然这样引流奖励。叶子亲你们一下，你又来了，你又来。叶子不行是好，那季宏东亲你一下。这个可以，这个可以。那你看每个都想输啊，没人想赢。好，那就照阿 B 讲的吧，就是你们先选好两个自己要用的角色，然后第三个给对方选，指定这样。OK， 好 ，OK， 我们就来进游戏画面。那所以要他们要猜吗？你们可以先拿摇杆，然后到回到选的画面。啊，我们因为是他先下注，我们是要先下注。那你们先拿摇杆。SET， 你们先开盘啊。哎。好，可以动吗 ？B 是那边没有抓到，应该应该可以吧？龟怎么写啊？龟这样子，好，龟有了，这是龟吧？这龟超随便的，这是龟吧？那你画一只乌龟算了啊？哎、欸，有道理，龟又写错，哎呦，没想到画还可以，哎、欸，您画画技巧还不错哎、欸。A 是 ET，B 是乌龟，赔率的话，你先确定一下按钮位置 ，OK 就可以回选的画面吧。我看到，哎、欸，怎么一直跳分享？这个，好，哎、欸，还是有开赔率是不是？有，我有开。OK， ET 0.7，龟公一倍，1.1，你就直接叫来宾龟公。0.7就是压100赚70，反正是龟，你压100赚100啊，赚70啊，啊，一个赚一个压100赚70，一个压100赚100啊。嗯哼，好。我们从你的赔率太糟了吧？这样还糟？他们两个实力有差很多，反正比前三名而已啊。一个第一名，一个第四名啊，不是这个赔率，不然什么赔率？0.8差不多0.9吧。你要赚0.3也太多了吧？哇，一个第一名，一个第四名，我已经跟你讲了，一个第一名，一个第四名，这个不是名次可以硬要凹，本来就名次在决定的。好，那我是这样吗？那我下那个魔王200。
都说魔王打法不归的，没有，以前是归的嘛。我对啊，没有，我没有，我想要先看他们，我想先看他们两个到底指定哪一个角色给对方。啊好啊，哎、欸，没错啊，你以前是归的，没错吧？现在应该也你可以否说你们先选，我不懂，我一定要问一下，我不懂哎、欸，为什么台湾人现在还有人觉得龟是一种贬义词？其实不会、欸，对啊，现在龟是一种早期的时候，早期大家会不高兴，会不高兴，现在应该不会。对，那你现在还有观众觉得龟是在贬义词，然后代表你在对没有啦？我觉得观众就是单纯想要骂你而已、啊。哦，没有，其实现在龟也是一种玩法跟一种。那个进攻在招啊，龟是一种流派啦，真的、啊。我记得我不是有说过，我去第一次世代打 EVO 回来之后，我后来不是变又另外一个城市会玩，比较会玩的，是因为我已经看破一切了，这个游戏就叫龟。我要赢的世代要赢就是要龟，要赢就要龟，大家就要打立回打插合，没有在进攻的。我那时候打世代打到后来，我已经看破了，所以我觉得那只是一个现在应该没有，如果真的有在打格斗游戏，应该会觉得龟应该还好。对啊，但是方式的问题，应该就是说大家。真的有在玩，或者是有在看比赛的人就知道。而且如果你有打快打，也有打 QF，这两个游戏，我可以跟你讲，那快打 QF 真的很难归、啊，很难归的，要归起来也是有难度的，好不好？好，我们让叶子来下注。那我下 ET300好了。他不说这边又说了两百、啊，哇，说下 0.5，你们你还是要下 ET 哦？怎么那么聪明？节目效果，耶、yeah ！阿 B 呢？没有，我要先看他们角色啊！你要先看角色是不是？比较聪明，比较聪明。好来，所以要让阿 B 看完角色吗？我要先看角色，我还有先看角色的。我孤威啦！我要先看角色啊！好，那我们切个新画面，我们切个新画面。好，那 P1 是 ET 嘛哈，然后 P2 是魔王。嗯，哇，你选什么正元哉？你不要闹了。魔王啊，他哉不选魔王。是哪一只是你们自己的、啊？指令店还没，他们前面两只先选自己的，然后第三只，对，第三只才是对方给指定给对方的。然后魔王是雅典娜跟拜斯啊，对。好，然后 ET 是罗伯特跟正元哉，哎、欸，是沃特斯，威尔斯跟、那個、跟正元哉。好，所以你们指定、啊，你们要指定对方什么？狠一点，魔王先选，狠一点，陈可汗。陈可汗，不要，陈可汗很强势，好，没有，血很多。你给他红鼻子那个，你给他那个白鼻子那个。白鼻子那个，前那个啦，那个地上找钱那个啦，对，地上找钱那个，那个对，谁知道？对，安东诺夫好了，哦，安东诺夫 ，boss 脚，两个 boss，ET 要指定嘞，哇，就砸大度啊！真的地上找钱了，真的地上找钱，好，快点下注，阿 B 快点，哦，这个我已经知道谁会赢的，好，你不要排顺序啊。OK， 你不要，你还要排顺序？你这是狗吗？我说先不要排顺序，我说先不要排。好，我下一题。200。哎，两位的胜负结果200。Ruby 我压啦，我压那个魔王200。我觉得增加正负赢的。哎呦，大家最弱的都排前面。我觉得安东诺夫应该比扎哈杜好才对。好，抢二哈，我们第一场。那副还真的火臭攻击。那个时候出的时候就觉得，大陆的攻击招式真的操控度蛮低。哇！小朋友打架就很丑。哦，哇，他还有中段，那比那个早前的厉害，好不好？糟糕，他中段比早前忘了超慢，早前那只超慢的。那我记得我有在比赛看过有人用早前，哎、欸，有早前烂爆了，也是一下就输了。好，第二只是拜斯。哦，打完好像哦，这个连段，哦，这指令头、哦，都是指令头，嗯，好，暴气连段，花一个气，哎，带走，哇，其实我觉得这样跟厄达尔没什么差别。
帅啊！对啊，还有手，手手，完了完了，抓起来，痛痛的，我还可以这样追哦。空气巨人看起来好远。我很喜欢那个拜斯在把人家拖地那种感觉，坏感觉。哇，冲过去下段。那到底算强角还是弱角？我中上哎，我觉得他是中上。我觉得蛮强的。我觉得魔王蛮强的。魔王就在我旁边。两个都是。好，魔王的雅典娜。来拿包。啊！哎呦，这个痛哦。不能去了 ，EX 的不行。换边，我拿背。好，放大绝。反弹，用 AB 滚哈。他会消失。雅典娜四通拳超痛。哇，你们打很痛啊！超痛，我看，我看，我觉得哇，这个四通拳真的很痛。还是啪，慢了一点。好吧，你知道。你说发生慢是是，对，发生慢，然后角度不太好。哦，对，他就直接这样往上，真的很痛。啊，镇元斋对上雅典娜，对决。哇，这个可能要一直打背了，这个要一直打背了。哇，边，啊，一定没猜对，危险了。危险。哇 ，reset 要带走了，转不出来。好。现在魔王一比零领先，雅典娜也没什么变啊，就是说，那攻击招式就差不多了。下一场也是一样吗？看你们要不要换角色。好，那就直接打，直接打。好，啪啪啪啪。我们的注目焦点还是在这里。不。嘿，滚滚！是小朋友打架，拍手是谁呀？这还可以打关，我抽攻击，那是什么啦？哇，两个真的是要笑啊！小朋友打架吗？还不能确反，好笑呀！CD反，稳哥，好吗？哇！哇，差一点，四空，被追击到。哇，气急满，两个都不会用，不太会用。气急满了，都留到下一次再用。看起来就怪怪的。对对对对，留到下一次再用，留到下一次。对，先不用，没关系。啊，王，气势不错啊。哎呀，被对空啦。哎，清泉，哎。摇篮曲。这是十四代的魔王，我真的觉得，算是最弱的一次，我真的觉得角色不错的。对啊，原本觉得这一次角色的设计还不错，可惜强度没有到。他们超快的，凯斯来了。换边，滑梯。刚好滑到前面去，刚滑过去，为何停住？停住了。你本来想穿到后面，对不对？没有，他想要爆 BC 吧？哦，冲到我，单纯滑了。啊，老婆来了！哇，开场被跳入，一滴危险啦！好痛！你的点心有着落啦！啊，完了！完了，死了！我的钱啊！我的钱啊！
晕倒，还晕倒了，晕太夸张，居然晕了。哎、欸、，KOF 音质不是很高吗？拜斯打得很快，哦、拜斯打看有些角色着实他的音质、好，所以魔王二比零，耶、开心，耶、开心。不过刚刚有观众说，你都是直接拿比赛角出来用的，没有剩下两只，剩下两只拜斯，你比赛拿出来用雅典娜有用过，哦、有用过，拜斯有拜斯应该没有吧？拜斯是最近喜欢玩哦，又是喜欢玩，拜斯真的跟零二差不多啊。我跟看你跟另外就跟另外差不多，嗯，就跟零二一样，就是攻击方式嘛。只是最近觉得它蛮好玩的，好玩的，对啊，游戏还是要好玩的、啊、哈。好，我们下一关呢，哎、欸，马上就转换一下气氛啦。我们要来啊，当然不能只是让我们ET跟魔王表演，对不对？对。然后我们下一个对决就是另外一款我们在 Switch 的游戏 Arms 啊，这一款也是今年 EVO 的比赛项目之一啊。用这个比吗？哎呀，我说 EVO 这个比是啊，队友比竟然没看到。对啊，日本 EVO 了。哦，不是今年美国 EVO， 是明年要办的日本 EVO 要比这个、Arms， 然后这一款游戏的对决组合就是我跟叶子，那你们来下注吧。叶子啊，还要问哦？哎、欸，没礼貌。啊，没关系，你先。你玩什么都不会赢，我当然不是叶子的问题，是你玩什么都不会赢。然后大家看赔率，你看赔率，你看赔率。我跟你讲，这款我很有自信啊。好，很有自信。真的？没问题。我知道啊，要这样玩啊。你小心的吗？哦、我做没有玩过，但这个比赛真的目前蛮多的。这个啊，这个目前很多。对啊，这个目前蛮多比赛的。什么卢比到几倍啊？我还没说，会很累。就是捧我，我还没先把人家名字画出来。但是操作方式我有点忘了。挥拳就是出拳，然后你上面两颗。为什么我要画叶子，感觉像画一只鱼？哈哈哈哈哈！鱼要画叶子啊，不管叶子。0.2太夸张了吧？1.2，要把100赚20，卢比1.2，干我真的是完全被看扁了。有这么好笑？卢比1.2，中我中我，卢比1.2，卢比1.2，哎，我去下去，百赔200，100赔200。好，来阿 B 下注，卢比1.2哦。对，哦，好啦，50啊。你真的很哎，这种赔率他都是积压，愿意压你50的，你看你多，你真的很过分。我要50，我要50，真的很过分，不能太多。最小100是不是？最小要200。什么最少200？最小要200啊！我刚刚讲。好，那我压叶子200。真的很过分哎，我们合作这么久，赚40块你也好，赚40块总比输200块好啊！来问一下来宾吧，来宾你想要压谁？我压叶子啊。啊，0.2你们也压，压100也赚。没关系，你们照我压卢比啊，也是压卢比，应该不会出手太重。我是最少200嘛，他都压最少。还有压多少？200啊，两百。和是怎样？1:1？没有没有，是等一下的项目会有。对，好。所以好，所以都下好了哈。OK 哦，等一下我选个随机场地啊。这我也很久没玩了。对啊，我也有一阵没玩。PB 有比这个？不是啊，这个你知道，如果这个参赛人数要是200-300人，然后比到总冠军的时候，我就怀疑他们手酸了，你知道吗？我看一下哈，给你这个。游戏声音很小，是不是？哦，有了有了。谁是 EP？ 我是 EP。我是绿绿的。好。原谅是枪击啊！这个我跟这肥力有玩过啊。哦，这走路怎么这一次走路怎么那么慢、啊？这角色很快。原来是打倒。有那个。为什么会上？左右下降。在协调。哦，完蛋了。哎、欸，那抓是血吗？没有，干嘛的？啊！卢比还没打到他，对我还没摸到他。还好呀，叶子那个亮的是可以出绝招啊，叶子你下面那个亮的黄色的，后面那个一出去，哎、欸，中了中了中！不要换！为什么可以变扎克啊？哎、欸，有了有了有了，有的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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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想干嘛？换位置？好麻
哎呦，我有一个逆转的感觉喽。我觉得右上角的图比左下左边的好看。他一直那个动作跟陆冰的动作，陆冰老打太久了。不会吧，陆冰都可以赢哦。这游戏好可以啊。这个 EVO 犯这个真的像有点歪歪的啊，真的吗？啊，有没有我们坐过？阿 B 坐右边好。他移动是这样，帮我坐中间好。好 ，OK。对对对。然后上面两颗，一个是跳，一个是往左闪右闪，就靠你看你走方便。对啊，可是我发现没有办法动哎、欸。啊，真的吗？你不能一直出拳，出拳没办法动。哦。我们一直出拳，但不会动啊。是是我们一直出拳啊。换脚，换脚，可以换脚，要不要换脚？要不要换脚？要不要换脚？来不及了啦。爷爷先跪一下。他走，咦咦，哎，很搞笑。为什么大招那么快？他出绝招啊！打那个球，把那个球都是怕散，一直小心后面的伤害。哎，指令筒，哇错！哎，靠背怎么那么痛？攻击力有够低的低，你知道吗？这攻击力太低了。哎，那个光速枪也应该有血量。他走路姿势好奇怪，咦、欸，想干嘛？你还可以打破。哼。有机会，有机会。出绝招，出绝招，出绝招！哦，中了，中了！哎，哎，哎！还没！嘿，嘿！怎么感觉要被逆转？这里面有什么？里面补血是不是？哎哎哎！为什么我在圈圈外面啊？哎哎啊！哦，一比一哦！哇哇，好像很刺激啊！行啊，我觉得刚刚那个武器烂烂的，换一个。武器，还有三个可以换。哦，好累哦。打五战三胜就累死。打一场 BO 就好累哦。这好累哦。而且我闪掉哎，跟着动。对，不能单纯按，不能只是按而已啊。啊有，我要撑！炸弹来了，炸死了！炸死了！好，卢比不负众望，为什么他走路那么慢啊？真是没有辜负你身为鲁蛇的名义，可恶！还好啦，我有一场 OK 了，可以，没事，反正我赚定了，很丑，对啊。好，那我们下一个比赛项目我们看一下，一样是阿姆斯嘛，对不对？换阿 B 跟金融东打。我要玩这个哦。对，我们刚刚已经示范一次给你玩啦。我这么难玩。好啦，那主头换我啦。B 跟金融东。来来。这个要怎么下注啊？这到底怎么玩？可以。我也不会玩啊。怎么玩？那你两个都不会玩，这样才好玩啊。我不太会操作啊。这个两颗一起按下去是开大。你们还是搞真的快打打对方好了。然后你要你们打对方好了。一出拳就不能移动。对。移动就不能出拳，防御呢？对，就是防这样交叉。可是我刚刚这样没有防、欸、要交叉是不是？对，要这样下了。哦，还有一个角度啊。这个、好 ，A 是 R B，B 是金永东，好不好？那怎么选人？我不管，我就选这一只啊，我就选这一只啊，不能动啊。欸、那另外一个呢 ？ET， 我就选这一只。那猜谁 ？R B 赔率哦，赔率是。赔率哦，这个就大放送了，都一点零，好不好？这只哦，我就建议挑远距离，这是远距离吧？这只算对啊，因为就是他丢标的五五开啊。刚那个，啊，这只你好帅啊！要不然这样好了啦，我觉得阿 B 赢的，我觉得阿 B 的几率比较高了。这只我没有玩过，阿 B 蛇手也蛮零点八好了，这个呢？然后这只也是属于
吉隆东一点的，就这样。移动比较慢的。你打 EV 哦，你还问军师啊？我选录完，那要不要录完？我选录完。好，按哪个位置的？那个叶子来，怎么操控啊？按 B， 按 B， 这边的 B。加速来。B 啊，按哪一个主权？RB 0.8，基隆东 1.0。哎，基隆东是左右拿相反吗？相反的是不是？我不知道。左右互补。哦，对啊，你拿相反的。没有意思，你拿这张管就好了。你可以拿相反，拿这管。会错合。这两只交换吧。没有，刚刚是负的。现在怎么打？负的在左手，正的在右手。负的是什麼哦，对对对，那这样子拿，对，负的在左手，正在右手。那是这样子，这样子。按 A， 按 A 选的，按 A 选的，我选。下注，下注。来 ET 先，这样子吗 ？RB 啊 ，RB 200，然后大绝这两颗。对。啊，这样也可以吗？不一定要打 BC， 对。好，我呢？我。那基隆东好了。好，一样200吗？好，一样200。OK。哪一个出拳啊？什么就不就这样吗？哦，是这样子。哪一个防御啊？RB 真的吗？200哦，大卷是这样。好，你不要骗了，你骗三岁小孩了，大学生是这样啊。200啊，我等一下开大卷就这样给你看，你看就被打，我就被我打死。你等一下看，我等一下就这样开大卷，你就这样顺便按嘛，你又不知道，就第一就是你的，玩游戏都要玩成这样子。好了好了好了 ，OK， 可以进游戏画面。这样子吧，这边是选武器。我阿 B 很懂啊，选玩这游戏选大只佬，左右手各不一样的武器。嗯，飞弹，对，看起来是飞弹。你说说是什么？然后它这个游戏有个设定是，你可以你们的拳是可以把对方的拳打掉的。对。但如果你选的是远程，你就没有办法。什么鬼？你们两个是怎样兄弟？我在原地跟你打，我根本连动都不，我动都不动了，我原地跟你打。解脱，你们就是看谁攻击力强而已。我站在原地跟你打，完全这个游戏的精髓都没有玩到。我打 A， 快打到对方身上。没多久就扣半枪了。哎呀，补血圈，补血圈，往前走。哎呀，不要往前打到我来的。哎呦，不要不要不要，怎么防御？没有防御啊！破没破没啊？啊！超猛！还打中，还打中！这边这边这边，软软你，好有面粉，软软你。哦，我会，我会，我会，我懂，我懂了，我懂。乱打嘛，这不会，你没错，超强，这边多攻，多攻击好了。后面两颗，两个就一样的。啊杀！你那么痛啊？快！哎、欸！哇、哦！杀杀！看谁不会啊！把我摔下200！啊！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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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明年 EBO 准备先办，准备全职门机票，快打不报，先报这个。好了，我觉得这个游戏也不错啊，我们让那个魔王跟 ET 也玩一次好了，好不好？游戏我们两个玩一次，你们两个玩一次啊，你们两个玩一次。加开赌盘，还是他们做过、啊？你们要练习，他们现在说不定可以用得到。多包一个，多浪报一个项目，对不对？多浪费一次报名费。这个也要开赌盘吗？这要怎么用？我还是第一次摸到这个。先选人，第三个是回选人。好，这个按 A 是确定，你看，然后这个是左右是摇杆，就是选人。按 A 是确定，1.1.1你先选人吧，1.0.1.1这是。越大声的血越厚，他走路越慢，就这样。反正这游戏不用走路的、啊，嗯，对呀，我刚打我都不用走路啊，你们两个，我站原地就赢的，走很慢，我站原地就赢的。是吗？没有那么好打。其实游戏要一直跳，而且要跳。那要怎么移动？还有跳。移动的话就是这样子往右边走，走要这样往左边走，它是感应的。哦。对。然后你们的拿法其实要选完以后要其实要这样拿。要面对它。就是要这样子。垂直面对，对。哦。对拿对对拿直的。对对对。然后这样就出拳嘛。然后上面这个右手是跳，左手是闪避，然后你要往前走就这样，往前走。防御是这样，可能应该是不会用到防御的，其实用不到，因为我刚试了防御根本防不住。出拳就是你挥手，往前挥，
你要记得，就是你对方出拳的时候，他收回去有硬直，你利用那个时间打他，通常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游戏就看看谁先出拳。是要规的意思。有，不要这样乱讲。我看你们要规他那行的。你看看，我就一直往前乱。没有啊，是因为他们两个都不移动啊。你们要移动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先下赌注，是不是？我们要先开赔率啊，开赔率。1.0，1.0，全部1.0，全部1.0，对不对？这个有什么好开的？对啊，你们谁知道谁是谁啦？我压，这个游戏可以归，所以我压魔王200。我跟你讲，这个游戏可以归，建立在会玩的情况下。那要打快打后打 KO， 我是不是快没钱了？那我就归啊。那我压ET200好了。好，来阿 B， 你要看他们选角，他们选好了。没有，没有，这个不用看选角。好，我压，大绝怎么用啊？大绝就两个一起按。我压魔王，我压魔王200。好。好，选地图，按 A 确定 ，OK， 然后拿进去选武器这样， okay， 对，选好了就 L R 两个一起按，你就先调到左右手调到你想要的武器位置，然后两个一起按就确定，对，上面 L R 一起按就确定。那有近程远程啊，哈，那你怎么了？选好之后就左右手都选，选不一样的效果不知道，对，就是选通常要选不一样的、啊，好，开始开始。哎，魔神的头尾，这是玩，这是鬼，根本不是，好像还可以对局，还有手速快，不是，你还是要出拳，你还是要出拳，我出十拳，他才出一拳，没关系，我出十拳应该是有利的，要打中，要打中，哎呀，下面那个黄色的亮可以出绝招了，那个是炸弹，打过去，那是炸弹，把它打过去，哦，开大拳。哎，我的大绝不是两颗一起按的，对，两颗后面的大颗的，上面，往左，他已经跑到前面去了，难道我是近战的吗？我怎么一直翻过去？你要到跳，啊，跳是用按的吗？哦，跳是用按的哦，你可以试，你可以试看换防御吧。有，补血，往前补血。把抓起来打，两个一起出，可以抓。紧一点。哎呦，不太妙，开大。哇，怎么还有大可以开？有。哦。糟糕，没规矩。是一模逆转，是不是？一模逆转。为什么？接近打。好，来看看要不要换武器哈。来，排长。哦，他是有一个东西挡在我前面。你那只狗。他是不是俩？对，他那只狗会歪多一点。怪。然后可能要手要绕一下。魔王选那个角色打一下都三十，到底为什么？对啊，打一下三十，有90啊，有90，可能看左拳右拳吧，左拳三十。我怎么会一直打到他的那个选的那一个？一个都挥。哇，开大啦！6-6-6，呜，可以啦，这场稳了，稳了，哦，直接投，开大，他两只一起出去就会抓，哦，哎，哇，好痛，快死了，快发掉血，快死，操，发神大绝哦，那边敲小木石啊，摸一下，对啊，我觉得。不够长，可能需要挑战。哎，差一点点就在他前面。来，他45滴血。哦，1-1，哇，真的拿1-0了。我要带宠物。那这还有宠物？那一只角色前面有一只。哦，对，我已经找到那一只。喂，找到一只。对啊，宠物都帮他打了吧？对啊，哎，他打一，哈哈哈哈哈哈！这一次也太烦了，他记性很可以，我这是新手杀手，新手杀手，他能有三只手，哇！大决赛赢了，太痛了，好痛啊！那个炸弹，三只手，快出第三只手，打过去，哇！危险的，哎，有，哇！硬直，哦，转路了。有了，再绕！魔王快闪！又输了，真的不能跟阿 B 比呀！哇，哮天犬挂了，又输了，笑死！我好多钱了，我可以买什么啊？
莫名。这个大绝打到都快死，真的耶，很痛很痛。二大绝超痛的，EVO 真比这个真的有看头哎，还蛮好玩的。你会发现，那么职业选手他们都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两个双臂都特别壮，有没有护理臂这样子，因为都已经长期练习变这样子，有没有？哇，都变超壮，因为一直每天都这样子，真的是哦，这个很不错。我觉得今年 EVO 看这个还蛮好玩的，而且那个镜头一定是游戏画面一半，然后那个一半的镜头都在那个选手画面那边，那么很好笑。好，来。那个，我们下一个项目是，我们还有时间吗？哈鲁，帮我算一下时间，好不好？大概还有一两场，还有一两场时间。是要看影片呢，还是请他们打快打？打快打是不是？我觉得他们玩完这个再叫他们打快打，就有点太残酷了一点哦。我们来看影片，好的，好不好？我们来看影片题。对，我们影片题在看到影片之后来决定下注，看这个影片里面会有一个胜负啊、哦！我们来看一下。你居然没看过这么天才的制作人？哎、欸，真的真的，放过这影片都超级莫名其妙的。好，我们来看影片。谁会赢？好，来上面那一只跟下面那一只看谁会赢。哈哈哈哈哈哈！就这样，然后看谁会赢，谁会赢。好，来，季宏东先开赔率。我已经知道谁会赢了。哦，你知道了是不是？我猜得出来，我猜的啦。哦，你猜的。我没看过。啊、哦，这个就不开赔率了啦。这两边都一个。这没办法开赔率吧？可以啊，如果你知道，你不就可以操控了吗？我不知道，我已经猜了。哪用猜的啦？那就一赔一咯。一赔一啊，一赔一。不行，因为我想他想赚钱。我猜下面的。下课上。嗯。我猜下面的。叶子雷。我猜平手。哦，哎，哦，像哦，哎呦，又有一只来，第三只还能把两只叼走，把两只分开，所以变成平手，一定是下面的赢的。一提来，下面吧，下课上，下课上，不是因为上面那只刚被压在地上了，他怎么赢的？对啊，好，那魔王，那我猜上面好了，好，我也猜上面。阿比亚，你都被压在地上的，要打什么？我当然是压平手啊！猫咪是个和平的动物啊！你不要啦，你不要压平手被名死。不是，不会，猫咪是和平的动物、啊，他们不打架了。猫咪是和平的动物，被你名死了。猫咪是和平的动物，猫咪打架，猫咪是和平的动物。那个黑爆炸头，骗鬼啊！猫咪不打架，猫咪哪不打架？猫咪是和平的动物，猫咪打得凶，好不好？我们来看结果。你们要自己看清楚上下。一个压上面，一个压下面。啊？这样算谁输？平手。掉下去的人。掉下去。这哪分是掉下去？再看一次。烂死了！这太牵强了、哦。掉下去的人输哦。上面是擂台、啊。上面是擂台哦。这不是很正常吗？再看一次。我们再看一次结果，然后什么？黑的赢，上面的赢，那上面的赢，上面的赢，耶，开心耶！虽然很莫名其妙，但是早知道就看他们两个打快打比较好看。好烂的影片哦！我们还有一个、哦，还有，我们还有第二个影片哦。还有，好来。Here we go again. Herman's hitting with a little zigzag, like he's trying to run away from a crocodile. 这个比赛是不会有平手。Trying to throw off his tracking here. 那个是那个机器人。Iron Man, he's not fooled one bit. He's still going for the up and under. 他在跳舞是不是？ Herman is backing right up into it. I think Herman might be a little confused. 他踢背可是。Oh, he's man. This is just.欸、还有裁判呢、欸。Two master tacticians facing off. Herman's, oh man. 这在干嘛 ？We have never seen Herman go down this many times before. This is a first. Holy shit. But Herman. 这有在打架吗？这有在打架吗？到底谁会赢啊？什么东西？有在打架吗？要不要先讲清楚这个怎样算赢，怎样算输？猜谁先没电？就我看影片的记录来讲，他会把选手弄倒地，好，或者是他有很清楚的直击 ，OK， 那个裁判会去判分，所以这不是舞蹈比赛吧？不是机器人舞蹈比赛吧？你就知道我们制作人，最后会有
会有一个分数，对，他猜是蓝色机器人赢还是白色的？太夸张！我猜白的，我猜白的，我猜咖啡色的赢。裁判，你说裁判是不是？裁判算和好了啦，裁判算和好。好，我们调一下顺序，从阿 B 先开始上，先开始。我还剩多少钱？说哈，你要说哈是不是？哇，你只有600。640啊，这是最后一个有项目了，是不是？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不打回来，最后一个。我说哈，我压，我压和，你压和，我说哈。我不是说没有，就是有胜负的。我不管，那我可以确认这影片不会有和了。好，我压那个。我全压，我压和，不管了。我压白色的200。白色的。哎、欸。白色是 A 好不好？好，白色 A。啊，魔王，那我压 B。蓝色，蓝色的。你要多少？就200好了。他们等下就是其中一只没电，然后就宣布比赛暂停。你们人就这么烂吗？会这么烂吗？烂透了。啊 ，ET 来，你是 B。B。200。那我压 A。白的。200。好。我也觉得白的，我要说哈。你要说啊？那我主头哦，这个烂影片主头不是你吗？这烂影片主头不是你吗？啊，然后下好离手，我们看比赛结果。停电！停电！你要重播？从头来哦，太挑衅了。Well, it looks like the judges already have their decision within seconds of the round ending. They gave it to Herman Tinklefist. 英文讲哪边是正面 ？Nice display of respect from the blue bot.Now we have Roger Goodell about to give away the. 啊啊！你把中间的过程都剪掉了，是不是？刚刚选手在就是裁判在宣布胜负了。哦，所以白色赢了。怎么赢的？对啊。你们想看内容吗？对啊，有内容有剪吗？内容八小时之类的，超久。打个八小时，蛮久的，蛮久。他们打了60回合，可以看到关键的那一瞬间就好。导播有办法临时剪吗？导播。欸、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完蛋啦！这影片是不是8个小时啊？在哪里啊？阿鲁要进去剪一下吗？麻烦一下了。哎、欸，小心，小心，小心！摄影机，一开始以为是在挑衅，要开始就对啊，结果他已经结束了，笑死我。没有，我觉得应该要跟你两位来宾讲一下，就是我们这制作有号称尴尬王的封号。对，这个节目到后半段都会变得很尴尬，就是主持人都不知道怎么救。对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救回来，确实有点难救不回来。我功力没那么深，好不好？那每次看影片都这样。他都看一遍都这样，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观众还蛮……这还不是最惨的。他有一次是放了影片，我就受不了。他们挤牛奶啊，对，哪一个挤的比较多？我怎么知道？他那个是那个 Switch 的那个游戏啊，你就看到那个我们制作人在那个乳牛那个背景在那边，他这个他只要往下那个乳牛就会被挤那个奶，然后就在那边挤。然后叫你去猜，左手比较会挤还是右手比较会挤？看哪一手挤的比较多，这样。鬼东西，真是莫名其妙。好，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结果过程啊。Oh, and he still has the audacity to show off new front flips. 我靠！It's like he's wearing the ninja ring with back soles. Oh, now he's going for gym. 这舞蹈吧？不是，你看到上面已经有分数了。Real fighters. 这样有分数 ？It's like a Tekken match. 这是 round two 了。7-4。How I feel when I play most online. 那一开始是0-0啊。他们没有想要打对方的感觉啊。I think they've both just given up now. Now they're just playing for time.They don't want to injure. Oh, yeah, except for Herman. I was going to say they don't want to get injured before the next season. 这逆十字固定了。But Herman went in there. He showed no regard for life whatsoever. Man, like war games, the only way to win is to stay out of Herman's way. Oh, and he's going for it again. Oh, and he puts it in the front for Salter. 他怎么没加分？这我觉得跟驾驶员有关系啊。He's putting salt in his pepper, and he's still doing it. Oh, he's doing it big. 有，哎呀，有啦，这样至少有那么一点点可以看出来的结果， oh. 好吧？那我们那个等一下要来结算一下，看谁的钱
那个留下来比较多哦。那我们要先准备进一下五分钟的广告。那在进广告之前，要提醒各位观众，我们等一下呢，会开放那个 PS4 平台的 KOF14，然后要让观众连进来跟各位同乐了。所以那个电视机不是电视机，电脑屏幕前面的各位呢准备好你的 KOF14，那连进来跟我们 ET 还有真魔王去同乐啊。好，那赶快来挑战我们。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